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度影视特效，我是小爱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给大家带来火影主线天地桥之战。话说在上次营救我爱罗之战时，蝎被干掉，在临死时蝎透露出大蛇丸的踪迹。为了调查大蛇丸，大河领队带领鸣人、小樱和左井前往天地桥。大河伪装成蝎来和间谍接头，没想到都是蝎安排在大蛇丸身边的间谍。在都和大河交谈时，大蛇丸已经悄悄赶到了。原来大河早就露馅了，都也早就和大蛇丸一条心了。大河一看露馅了，也不再伪装，叫来了三个帮手。鸣人一看到大蛇丸，立马就兴奋了，开始露出九尾查克拉，上去一拳就打飞了大蛇丸。大蛇丸安然无恙地走了回来。鸣人看到这里更加气愤，直接爆出了三条尾巴。都一看情况不妙，想偷袭鸣人，被鸣人直接打飞。都撞到了小樱，小樱也躺中枪，被撞晕了过去。眼看小樱就要掉进悬崖了，左井见死不救，擦肩而过去执行秘密任务了。另一边，鸣人攻击大蛇丸，打断他一条胳膊，大蛇丸直接在嘴里吐出一个新的身体。鸣人想着佐助，看着大蛇丸的脸就来气，逐渐尾兽化，露出了四条尾巴。大蛇丸开始从嘴中吐出无数条蛇攻击鸣人，鸣人一掌下去拍死了所有的蛇。紧接着鸣人开始暴走，想抓住大蛇丸。大蛇丸一阵躲闪，避开了攻击。接着大蛇丸反击，可是对鸣人造成不了丝毫的伤害。随后大蛇丸又吐出一个身体，利用高速移动攻击鸣人，结果被鸣人把身体打成了两截。大蛇丸又用蛇接上了身体，鸣人一怒之下开始聚集尾兽玉，吃掉尾兽玉后在肚子里发酵一番，直接喷射出去。大蛇丸一看情况不妙，使出忍术三重罗生门，改变了尾兽玉的轨迹，逃过一劫。随后大蛇丸用计暗算了鸣人，鸣人被钉在了墙上。没想到大蛇丸又从嘴里吐出一个新的身体。大河为了抑制鸣人体内的九尾之力，用木盾控制了鸣人，鸣人也逐渐恢复正常。另一边，左井和大蛇丸接头跟随大蛇丸走了。本期互动话题测试你选中的人物能打死大蛇丸吗？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选中图片，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。